请问老法师，我屋企拜紧观世音菩萨，如果皈依之后早晚课只念弥陀，咁会唔会对观世音菩萨唔恭敬？我想这件事情观音菩萨不会好像一般人那么心量那么窄的。我们不要将观音菩萨看得那么低。阿弥陀佛是观音菩萨的老师。观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学生。我们称扬他的老师，拜他的老师，我相信他一定会很高兴，所以这样做不用顾虑。他又问我念大悲咒一年了，如果皈依之后早晚课以后大悲咒还用不用念？如果我去外地早晚课怎么做？请问拜菩萨使唔使烧金纸？以前呢，我唔识金纸，就一直烧到而家啦。请问法师，我应该点做？佛法嘅修学最重要嘅是专精，所谓一门深入，长时奋斗，功夫先能得力。功课做得多，做杂咗呢，只能同佛菩萨结个善缘，呢一生成就非常困难。咁你呢个问题，初学人在所难免啊！你应该多听经，能够听过一年两年之后，你呢个问题都解决啦，都能够化解啦。出去旅行，早晚课一样可以唔中断。如果你旅行嘅时候可以带佛像供养，尤其而家佛像嘅卡片好多，面积亦唔大，喺旅馆房间里头亦可以供养。你做早晚课，早晚课做完之后，佛像收翻埋。携带呢就好方便啦。咁拜佛拜菩萨绝对唔好烧金纸，唔好烧呢啲嘢。呢啲嘢系民间拜祭鬼神嘅一种方式，绝对唔好供养佛菩萨。供养佛菩萨，华严经度讲得最多。用咩方法供养呢？如说修行供养。佛理经度点教我哋，我哋就老老实实咁做，呢种系最好嘅供养，依教奉行。
所以唔使烧金纸嘅，甚至连工具都唔使添。工具各位知道佢系表法嘅，道场需要，因为佢可以提醒大家，个人使唔使都冇所谓啦。通常屋企度有佛堂，供一杯水或者烧一支香，香花灯烛供养，一定要知道供养真正嘅意义。呢一位系廖居士，佢问一个问题，佢话弟子个仔两岁几，今年中被诊断有血癌，目前正在接受化疗。请问师父，除了念经放生食素之外，我们身为父母的还需要做些什么才能令这个小生命顺顺利利完成治疗？这件事情父母如果真正懂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发愿回乡，确实会有效果的。我们在地藏经图看到，仔女为父母发愿，能够收到不可思议的效果。同样的道理，父母为仔女发大誓愿，这种功德亦是无量无边。就算这个细路条命保不住，我们在以前在台北曾经遇过，但是这个细路来到这个世间，时间虽然短促，他到了父母，到佢成家人，以前有咁嘅一隻古仔啦。佛家讲公案，我哋一般人讲古仔，佢系真实嘅。我唔记得系边一年，农历年过年嘅时候，初一啦。正月初一，韩馆长就在除夕夜晚发了一场梦，这个梦呢非常清楚，梦到一个细路女要韩馆长救她，佢话佢死得好凄惨，细路女唔系发梦啊，系打电话，确实系我记得好清楚，系初一，大概朝早八点钟，电话响啦，韩馆长接电话。听到一个细路女喊住求救，正月初一第一通电话遇到呢种事情，管长心里面好唔高兴，系边个喺度恶作剧开玩笑？将电话挂低。过咗几分钟，电话又响啦，佢个仔去接噶，
佢个仔一听，同航管长讲，佢话唔系噃，系把细路女嘅声音噃，好似系个11、12岁嘅细路仔。管长先注意呢件事，求帮助。佢话佢死得好凄凉。呢件事情过咗之后，管长就去图书馆。一到图书馆呢，就有一位居士，系一个老同修带埋佢一齐嚟噶，已经喺度等佢啦。管长问佢咩事啊？佢话我个女车祸死咗，车祸死噶，求超度。我哋台北华藏图书馆嘅规矩，过年期间唔做超度法事。馆长立刻就谂起啦，佢话你个女系咪11、12岁啊？佢话系啊。馆长谂起啦，头先嗰个电话系鬼打嚟嘅，唔系人打嘅。立刻就谂到要帮佢，立刻同佢立牌位。馆长问我，佢点解打电话俾我？我话你系馆长，你有权啊。佢当然唔揾第啲人，揾第啲人冇用，只有揾你。同佢立咗牌位，朝早为佢诵经，超度佢。因为呢件事情呢，佢哋全家都学佛啦。佢系嚟度佢全家嘅。所以呢啲都系过去生中嘅善知识啦。佢系嚟试验嘅。佢系有所为而嚟嘅。佢嘅过世成家都学佛啦。隔离朋友都学佛啦。连嗰个小朋友、老师、同学亦都学佛啦。呢种系佛法里头讲嘅善友啦。华严经里头讲嘅善友，一定要发愿回向嚟帮助佢。咁系应该要做噶。你哋做父母嘅，诚心希望佛菩萨能帮呢个细路顺利渡过难关，俾佢有个生存嘅机会。你哋应该效法佛经上讲嘅发大心。即如以前我哋喺台中修学嘅时候，李老师年纪大啦，睇人睇得多啦，经验好丰富。我哋同学之中有啲命相好薄，咁就唔单止冇福报，而且仲短命添，寿命唔长。李老师遇到呢啲同学呢，都劝佢发心出嚟讲经。讲经弘法，喺世法佛法上嚟讲，都系第一等嘅大功德。
讲经说法。如果真正发心宏法利生，绝对唔用佢嚟做求名闻利养嘅手段，这个人嘅命运转得就好快，确确实实，即如佛门中常讲嘅有求必应，求富贵得富贵，求长寿得长寿。真正发心去做，唔求，感应亦会自然现前。呢种事情，我哋以前经历得多，是真实的，绝对不是妄语。这位同修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我因为家庭生活困难，靠丈夫工资维持生活，他好想去赚钱帮助家用，但是我一旦出去赚钱呢，就会有病，赚的钱呢啱啱好够睇病，我是在屋企度精进念佛好，定是出去做嘢好，我揸唔定主意，放喺心度，有时候会好烦，请法师开示。烦恼要将佢放下啦，人时时喺烦恼之中，对身体健康就会造成好大嘅障碍。你如果想身体健康，一定要常生欢喜心，将烦恼抌低，一定要存好心。我哋提倡嘅四好，讲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希望你将了凡四训。我哋而家有电视剧，我亦时时劝同修，你一日睇一次，一年唔好断，一日睇一次，一年唔断，你嘅命运自然就转啦。你去学了凡先生，你睇下佢系点全心嘅。佢是怎样生活，怎样处事待人接物，这样就好了。第二个问题，我有时好想学会讲经救度众生，但是自己的条件不好，年过半百，记忆亦不是很好，但有一个声音在我打坐的时候会话俾我听，世救众生。我自己而家修行有好多毛病、偏执，而家连自己都救唔到，点去救众生呢？我要想度众生，点先能成就自己？度众生这个问题我亦唔多讲，我头先讲过了，你去睇了凡四训呢两只光盘，
而家我哋呢度流通得好多，你真嘅能一日听一次，听上一年，你自己得到，你亦知道点去度众生啦。呢、这个问题全部都为你解答晒啦。第三个问题，佢话我母亲今年70几岁，平时冇做过功德，但念佛呢好精进，咁样能唔能够往生？仲需要啲咩条件助修？能够念佛精进，尤其是系年纪大嘅人，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就能成就。呢一位同修有6个问题，佢系用铅笔写嘅。睇起嚟咧比较艰难啲，希望大家以后写字唔好用铅笔写，用铅笔写睇起嚟好艰难嘅。第一个问题，有发现呢一生修念佛法门修得好好，但系临终业障现前，唔俾人嚟助念。呢、这个时候点好呢？只好随佢啦。咁仲有咩办法啦？有，我曾经见过。平时念佛念得好好，临命终时贪生怕死，唔肯俾人助念，听到阿弥陀佛就讨厌。确实有。但是他仲是会死的。这种人死了之后，我们知道仍然搞六道轮回。这件事情要在平时做，临命终时来不及了。所以念佛人对教理唔可以唔通达，咁好重要噶。换句话讲，对宇宙人生真相，人绝对唔系只有一生嘅，有过去，有未来，生死系一种自然现象。我哋而家讲嘅自然嘅新陈代谢嘅现象，明了呢个现象，生亦冇咩好高兴嘅，死亦冇咩恐怖。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嘅人，我哋都明了，生死就好似换件衫咁，就系咁自在啦，一啲恐怖都冇。舍身受身就同着衫除衫咁冇差别，因此我哋希望来生比呢一生生活环境仲好，日子过得仲好，咁你就要懂得断恶修善嘅道理。一个人生活点解会痛苦？点解咁艰难？恶业招感。有啲人一生过得好幸福，过得好快乐，都系善业感召。因多数系过去生中种嘅，过去生中种嘅因啊。佛常讲，
欲知前世因，前世我哋做啲乜嘢，今生受者是，我哋呢一生嘅受用系果报，过去生中种嘅系因，呢一生受果报。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你如果想知道我来世会点样，你就睇下你呢一生嘅造作，你嘅思想，你嘅言行。我哋呢一生做嘅，呢一生做嘅来生果报现前，真嘅懂得呢啲道理，我哋就要清楚，就算呢一生受尽苦难，知道前生冇做善因，咁唔紧要。而家受啲苦报，而家知道啦，我从今以后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来生殊胜好嘅果报就会现前。如果我哋断恶修善做得好积极、好努力、好认真咁去做，往往呢一生呢，下半世嘅命运就会改变。了凡先生是一个好好的例子。他遇到云谷禅师之后，听云谷禅师开始，他觉悟了，他明白了。命确确实实是自己做的。所以他从事改造命运的修学法。他真的改过来了，他命里头没有功名，用现在的话来讲，他命中没有学位，结果他考中举人，考中进士。中国过去举人进士是学位的名称，进士是最高的学位，相当于现在的博士。举人相当于硕士。命里头无功名的他得到了。那是靠这一生中的努力了。他修行是着相的修行。用功过格，每日做的善事恶事都记落低。但是这种方法虽然笨啲，对初学的人特别有效。我们是凡夫，我们不是圣人，不可以好高骛远，用功过格来日日反省，一日改过，会收到殊胜的效果。如果不用这种方法，学不着相，学不分别，最后冇一个唔堕落嘅，嗰种办法太高啦，唔系普通人能做得到嘅。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嘅根性，要知道自己的程度，那种笨方法往往会产生
不思议的效果。我们不妨用这种方法修，修个十年、二十年，再提升，往上提升，渐渐呢，离一切相，即一切法，那种成就就无比而殊胜。但是自己一定要明了，自己的境界是不是真的提升到这个阶层。如果不是真的，那后果就适得其反。这种道理要懂啊，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个问题，他问地藏经度讲善男子善女人，临终都会有无量鬼神来障碍，何况大业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唔好轻视少少罪业能障圣道。又话若有人每日念千声地藏名号，念满一千日，能得鬼神拥护，临终就唔会有障碍。修念佛法门，为咗临终唔俾鬼障碍，每日亦念地藏名号，每日念千声，念满一千日，可唔可以？系咪杂修？可以，唔算杂修，呢种算助修，因为你系有期限嘅，一千日。每日念一千声，念满一千日，一千日是三年。你在初学的时候用这种方法做助修，用念佛为正修，正修是尽成就，在我们一生功夫一日都不可以缺。助修呢用三年，这种方法可以，那不算杂，亦相当专。得，那不念得不得呢？不念亦得。为什么呢？专念阿弥陀佛，鬼神都尊敬阿弥陀佛。专念阿弥陀佛，临命终的时候，鬼神不会来骚乱。第三个问题，修净土法门，同修啊，每个星期一次共修，亦做超度、平安、蒙山等形式，算不算是杂修？咁要睇情况。你睇印光大师劝我哋念佛人，每日喺自己嘅功课做完之后，一心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一千次。呢一千次名号呢，唔系为自己念嘅，将功德回向俾呢个世间一切众生。
求愿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为众生消灾免难。呢一千次是替一切众生念的，他们不肯念嘛，我们代他念。咁如果问我哋代佢念会唔会有效果呢？同各位讲啊，只要我哋心地真情，亦会有效果。尽我哋一点报答众生恩嘅做法，修法。所以印祖教导我们细心去想下，都是有道理的。第四个问题，日常定的功课，外出参加法会打佛七，日常功课就不能够完成，那可不可以？可以的，你到这里念佛堂来参加这里的功课，就是你自己的功课。我们出去参学，无论去到任何道场，一定要随顺那个道场。如果不随顺，你就将道场破坏。这个道场是念佛道场，你偏偏在那里打坐，你去参禅，你不是将人家的道场破坏了吗？就算你是个修禅的人，去到念佛堂照样念佛，这样才正确的，随喜功德的，那是无量无边的。所以佛法里头讲得好，若要佛法兴，唯有增赞增，彼此互相赞叹，绝对不要互相破坏。我哋念佛人去到禅宗道场，我哋亦一定喺佢嘅禅堂度打坐，去学习参禅，绝对唔破坏嗰个道场。佢请我哋去讲开示，我哋一定要赞叹宗门。赞叹道场，赞叹领导他们修行的法师，赞叹同学和大众，等他们信心增长，这样才对的。绝对不要说而家末法时期参禅冇可能成就，仲系念佛好，呢种话唔好讲。人哋已经参咗好几十年啦，你点可以将人哋嘅道场破坏？唔可以讲噶，呢种系佛门嘅规矩，我哋唔可以唔知道噶。所以入到人哋嘅道场，一定要随缘，要随喜。第五个问题，在家中受持菩萨戒之后，可不可以煮鱼肉之类的食物给屋企人吃，得不得呢？可以。如果不可以，你屋企人就会打交了，你成家就不和了。为了成家，一家人和睦相处，你一定要为他服务。
为佢服务，你要懂得规矩。你喺煮嗰啲鱼肉之前，你要为佢念佛、念往生咒、回向。你咁做系冇办法嘅。以前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喺猎人队里头避难15年，日日煮肉俾嗰啲打猎嘅人食。佢唔系个普通出家人，佢系个得道嘅人啊，菩萨啦。仲系要收随喜功德，所以咁样要懂道理。你睇《坛经》度记载，猎人捉到嘅猎物，慧能大师睇到，如果佢受嘅伤好轻唔重，仲可以生得落去嘅，佢就偷偷放佢走。伤得好重，冇可能生㗎喇，先煮俾猎人食。一定要懂得诵经念佛，为佢回向，为佢受三跪，为佢念佛回向俾佢。第六个问题，平时受三皈依，唔受五戒，只要能按五戒十善修持，可唔可以？有人话唔受唔得，咁系人讲嘅，唔系佛讲嘅，可以。你如果真正依十善五戒去修行，你系真嘅受戒啦。形式上受嘅是假的，不是真的。真正去做，你是真受了。我往年亲近张家大师，关于三皈受戒，老师跟我讲得很多。佢话俾我听，佛家重实质唔重形式。我最早系听张家大师讲嘅，以后冇听人讲过。前年嚟呢度，我头一次同纳丹总统见面，嗰个时候佢仲未做总统。我哋一起吃饭，他就话俾我听，他对所有宗教最尊敬的是佛教。他说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我当时听到呆了，这句话早年我听张家大师讲的，他能讲得出来，内行啊，不是外行人啊。你睇下呢几十年之中，我都未听人讲过。确实，佛家重实质，唔重形式。形式系做俾人睇嘅，好似做戏、舞台表演，接引众生嘅，用意喺呢度。自己真正功夫唔喺形式，喺实质度。呢啲道理我哋要懂，我哋要明了。
一位同修，他问一个问题，我在念佛的同时观照这一句佛号，又同时念念不可得，本身无相可得，正不正确，算不算老实？不老实。为什么不老实呢？老实你就不会问我了，你提问题来问我，那就不老实了。念佛老老实实念，不要夹杂其他功夫在里面。要知道，只要老实念，观照自然在里头。如果你将念佛观照分别得咁清楚，就算夹杂了。你如果不分别老实念，观照已经在里面，咁先算是真正功夫啊！功夫真的得力，亦唔使去想有相无相。讲老实话，你早已经着咗相，你唔着有相就着咗无相。无相你点会知道无相呢？可见得你有分别无相、执着无相，你冇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将佛经里头嗰啲名相都全部用错啦。我哋如果想真正成就，绝对唔好好高骛远，咁先叫老实。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我亦唔会观照，我亦唔会諗到观照乜嘢有相无相，我乜嘢都唔懂，我只知道一日到黑心里头有阿弥陀佛，呢种先叫老实人。呢种人肯定有成就。呢位同修问一个问题，有关还寿生前的问题，是不是要念金刚经？你是不是许过这个愿呢？就算是许过这种愿，而家你已经明了佛法，佢系属于迷信。还寿生前系迷信，佛法里面冇呢种讲法。念金刚经，金刚经的宗旨是教我们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真相明了之后，要看破放下。金刚经讲的是这些了，不是说念几次金刚经就有功德了，这样没有功德的。但是有好处，什么好处呢？比闹人好嘛。比杂心闲话好了。你总是念经，念经一定要解义，义解之后要奉行，先有好处。如果只念经不解其意，不能够将经中的教诲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那是白念，等于无念。
呢位同修有三个问题。第一个，佢话我系从中国西安嚟嘅居士，请问法师，好多年纪大嘅退休老居士，又要忙家务、带细路，仲要自己修行，早晚课念无量寿经，睇你嘅光盘，又要念佛，从早到晚忙嚟忙去，有时难免夜晚劳累。最担心嘅系往生问题，请法师为我哋讲具体修行绝对往生嘅方法。呢啲方法我哋讲得太多啦。喺讲席当中时时讲到，大家只要依照无量寿经或者系阿弥陀经中所讲的去做，你就绝对得生，就没有疑惑。理论方法都在经典里头，要多听。工作忙没所谓，功夫不会间断。你在工作的时候一面工作心里头念佛，咁样就好啦。每日得闲嘅时候听下经，对你就会有好大嘅帮助。第二个问题，佢话有一位亲戚唔学佛，我为佢念无量寿经，又经常同佢讲极乐世界，这个亲戚梦见睇到极乐世界，又见我着白色的袍，大概是着了很庄严的衫往极乐世界度去，佢大声叫我个名。护法神话，你再干扰佢，就将你打入地狱，可唔可能呢？佢发呢场梦啊，佢仲系同佛有缘。你可以将呢个梦境劝佢学佛，呢个系好嘅机会。第三个问题，他说我有一个外孙女，几个月我就抱住她看你的录影带听佛号，所以她从几个月就会拜佛爷。现在呢刚刚过了一岁就会向佛爷叩头，她都认识你了，咁好好啊，佢有善根，亦有好嘅缘分，好好好难得。今日时间到啦，我哋就讲到呢度。